啊，就响应主教号召，嘿啊，我吹出。好啦，感谢你啦，啊，计划是卖落去精神。是啊，是啊，也精神没有，大家在凤凰。凤凰，嘿，凤凰，嘿，就是说，嘿啦，不死的凤凰嘛。哎，就不死的凤凰。安尼，伊死了化成灰，灰了伊阁死起来，就长生。哦，咱万年老岁，即个咱要阁留起来，就是要予伊永远好在活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。哦，即句话有即个意义啦。哦，吓，啊，就安尼规套的，因嘛有人加建，就安尼就建即个花瓶就好啊，即个。还做嘛？伊也安尼无就美中不足。对，那个质感就差就不一样。伊讲啊，我搁甲建议讲，啊，你也分两项拍袂，我啊，你要袂使哩，袂使。袂安一届花安尼足水，吼。伊迄艺术家来遐咧创这，咧建立这，伊就哦，想想安尼就唔甘咧。唔甘啊，做。啊，到尾讲无啦，这凊彩讲甘。伊讲为嘛你落去甘？系啦，买落金啊！你交易嘛对你金吼。对啊，即个当中我无讲，啊，就是我想足一项，有几啊块，啊，想想就即个主题要下咱这。系啦，将把这爱吼，继续传下去。对啊，而且配合这个凤凰。嘿，凤凰，安尼滴落去。哎，持续哈，不变的爱哈，浴火重生。浴火重生，啊，准较早三四十年前有人收藏着吼。伊嘛做伫厝诶，有提出，无就无提出来。唔敢提出来。系啦，我到我较肯定讲无伫看。对。咱看未使讲诶，火车界安尼陆陆诶撞撞诶，我叫专家来处理。哦，但是严重者咱找不到啊，三十几年搞不好，即慢慢伫天堂啊。所以你要用艺术眼光去找，找到他原创者他的内涵、内意。所以安尼起来等于讲，即个凤凰长生起来。咱万年老会这块地要甲留落来，永远生活在咱的教育的生命当中，最高献给天主。咱这块就要献给天主，就是要献给天主啊！你听，伊三十多年前迄个作者，伊就甲咱做伫遮。那迄达文西的密码，你爱去找就是伫内面。找到原创者的密码。就这个橄榄面，那人唔知去倒去啊。